就是箱子的，就是柜子的最高点。有录影中吗？有啊，有红色在闪啊。哦，好，笔记没问题哦。好，现在既然是录影中，我这个需要精确的对比。看不到，8:47，8:47，声音同步，声音同步。啊，还有 GPS， 你的 GPS 按开一下。按哪一颗啊？左边，按一下，再按一下，好，这样就对了，可以了。全部都有了，好，我戴手套。这样子很重要。对啊，收好，拉好拉链。好啦，出门了，雪票也带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好。好了，出去了。好，我回去座位拉一下我的裤子。我拉好了，为什么要锁啊？对，要我来锁。是吗？第三吗？等，他现在卡住了，他现在在一个。我刚也盯着他看。不是一个，是不是？大的跟什么一样？我拉好了，好了。你还没拉好？好，那我先去了。整个雪大到跟什么鬼一样？宁静无声。一丢下去，看不到。完了，雪那么大，太松了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因为今天速度会变比较慢，有可能要有推的地方，你只要看坡度少的地方，一定要直走，不然会倒大霉。对，会要推死。今天高峰应该会被黏到雪吧？现在还没有，我的嘞。你的上面都是呢。没关系，就算了，就算了，没关系啦。对啊，这里根本就过不去，好不好？连要滑去缆车站，可能都动不了，太夸张哎！昨天那个雪啊，今天这种雪，这一定压雪车压过的、啊，压雪车压完之后又积了那么厚，所以会滑不动。我觉得我们没有一定要滑的，就是说。你已经感受不到它压过雪了，你现在只能感受它松雪。松到不行。哇，你仿佛穿在冰箱都看不见了。对啊，等一下搞不好上不到来了。先踩平它。没办法，快测很难拉得到，这要命嘞、欸！怎样啊？上松雪课是不是？
没事。很怕那个。你说应该可以怎样？对啊，现在很热，好不好？你跟着别人的 track 下去，不然会下不去。掉了。这里啊，我要跟这个人的线下去。好吧，那跟这个人的好了。好吗？Behind the box.不冷啊！你帮我看我的帽子是什么状况？还可以。只要有靠头就好，靠头就好。有啊。没有中雪就好。我嘞。你也是。我知道我有弄过。你有弄过。但是我现在又摘，开始摘衣服，衣服上。没办法，下缆车再去。好多、哦。你额头会冷吗？不会啊，因为我说我今天的帽子拉很下面。哦，你有，你那个内层帽子有穿上。很好，主要是有一点没拉好吗？这样有要从最上面滑吗？最上面中间好像有两处，现在什么都看不见。对啊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你觉得嘞？我觉得是只是松松，然后从最上面滑的话，这都是真的是全部都可以滑的。对啊，真的啊。前三。对啊。对啊，这个是全部的，不然你太小了，不然你花4500买全山的意义。对啊，你花4500买一个，选了之后就不能换的。哎，这个雪场，这里的雪场特色就是都连在一起啊，就是要享受这个啊，过山洞啊。可是过山洞的那个雪场没有开。是啊。对啊，过桥的有，过桥就是我们昨天看到的那个桥。然后我们去一直来就会去滑那个。我想一下哦，等一下坐大缆车的时候就是联络时间，因为在车厢。对，要滑到山顶了，对。好，那就是山顶来一趟吧。你有记得中间平的地方了吧？一定要直下哦，不然你会推个要命。
好了好了，那我就在你附近滑好了，因为我可能也滑不快。享受一下。对啊，不会让你岔到，然后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你更不会紧张，没声音。我会紧张还是速度有点太快，然后为了要停下来，就在一猛刹车。没有，有两个因素啊。两侧都会透。我现在往下已经不会怕了，真的不会怕了。好啊。我有记得上次直下往下看是不会有什么事的。本来就是啊。我之前就会怕了。嗯。前面一个是喜欢独自做，我觉得他为了要拍他的360，他独这样子才会360就是自己一个人。嗯，你的话就是水珠，我的话呢有变水珠吗？有啊，变水珠至少是好的，因为如果是你的上面都是血。正上方对不 对？那没关系。从按钮伸下去。没关系的。没有，没有那个手套。用不着现在弄，都是下去的时候弄。我们要担心的不是说它怎样怎样，而是担心它太冷。然后它变成水滴的话，那就好了，表示机器的温度会让雪融化。让光是这一趟可能就要很直了，中间平的地方太多了，膝盖上也都是啊，有没有觉得膝盖上面的肌肉凉凉的？你的身上也都是，我身上也都是啊。也是啊，你肚子那一条，有看到了哈，下去就抖了，你要。好，下冷车站第一件事情清镜头。这吸水效果，我还是拿卫生纸好，拿那个。啊，那不用卫生纸，我用我的手帕。纸手帕，我是说纸手帕那种效果比较好。我用布手帕。没有纸手帕。因为你没办法阻止后来的血再粘上去啊。对啊，这只手我想到这一次擦干一点。你擦了变水，它就更黏，当然是要擦干。我觉得第一波用布手帕应该可以。今天想要我腻我。我是说应该也可以，你要做我也不反对。这个缆车至少已经算快的了。之前呢、啊，之前雪还没有很多的时候啊，他们唯一开的缆车就是这一条跟另外一条，这是吸管的一条。然后他南管也开一条，然后就一直滑，滑我们滑的那一条，对啊，那个叫什么？我昨天有看他的那个啊，松什么？那个、最大坡度是20，哦，几乎是的，红色的，也只是几乎而已啊。我觉得这样子的话，还要想一个为什么，就是为什么好像看起来雪板的比较少，但是今天好像雪板的看起来很多，他们是只有松小的。擦时间，往这里来吧。你不就平着吗？先擦你自己的。你帮我，那也要帮我擦、啊。我不大想脱手套，我指挥你就好了。还是你看得到我的血迹，你看自己 ，OK 了。上面好像结冰哎。对，正方方不要管，拨走就好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管，擦正面一直擦。正上方都不用管。结冰哎。有擦什么？漏的。好了，不用管它了啦。结冰的话就保护，不会有水进去。你只要管镜头就好。那我的。你的 OK 了，正上方都不要管。好了，很好，收好。Hey, don't stop here.
了，走了。走吧。我跟在你后面。你这里一定要直滑哦，直直下去哦，前面太平了。走中间。对啊，左边啊。左边啊，该不会是坐着的那个人吧？身体往前倾，我知道，我有看到啊，因为变快会害怕，对不对？而且很多雪，很卡。也没有卡，是害怕。我刚刚也有点错哎，然后又飞，偏偏要直直往下。好，往前顶，速度快的时候往前。没有，不用，你前面都是空的，后面也都是 OK 的，你应该是轻轻摔对吧？对啊，没关系的。我有一点点，你看我的这上面也很多啊，但是我感觉不到它的重量。好，弯坐大一点。我要那个里面拉下来，太热。是哦。太热。那我们场面松开。哎呦，我说你侧倒，你干嘛？我没有看到，我只看到那里有个坐着人，我觉得那应该就是你了。你是让我好像轻轻的坐下去那种感觉。因为这也是要用松雪的滑法，觉得心里也不大踏实。重心稍微往前放，往上下脚放，轻轻滑就好了。轻轻滑。其实很慢，弯不用做太大。刚才说弯做大，你要回去听你自己说的话。对啊，我知道，我是说现在感觉是这样。我觉得身体往前顶，往前顶，不要后坐，往前顶，再往前顶。好，这样子就会变很慢了。对啊，往前顶就好了，往前顶就不会有事了。双手往前，稍微开放一点，只用一只脚就会很慢。
只用一只脚就会很慢，就这样慢慢的下去就好了。好慢，好慢，好慢，太慢了，自己控制就好了。很慢，很慢，只用一只脚滑就好了。是不是很慢？手放前面，对，我记得我的脚也很酸啊。这样子用的力气比较大。休息一下，因为用了很累的滑法。好，没事。哦，有个东西要清。GoPro 的背后有血。不用，不用。要，不是要，要用手，不要卫生纸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摔倒了。血差到中间的空间去了，就差在中间这一块，这里有一层血。装满了。嗯，已经清掉了。好，很好。好像有点太费体力了，滑松雪。好的啦，没声音的感觉。我们又没有学。因为后座就是要滑松雪要用的那个。没有。以前之前薛里教我们就说要滑。但是这里还不够松啊。但是我又要紧张，往后就更快。对 对， 對，因为在这里后座速度会变快，有点糟糕。尽量重心放对就不会快了啦。正确的重心就好了，正确的重心。结果我发现一招了，你不要看地上，你看三下就好了，直接用正常的方法滑，不要看地上，看三下就好了，不要完全不要管你的脚。等一下记得加速哦，下半步好了，可以开始直滑了，直直冲。王八蛋，害我换路线。嘿咻，嘿咻，嘿咻。嘿，好了。不是，我等一下要跟你讲，不要等，千万不要等。怎么了？等一下再跟你讲。
不能弄，不能弄。我刚刚摔倒就是我已经占了一条路线啦、啊，然后我本来就滑得好好的，我之前已经闪了一个单板的，结果那个单板的突然换路线换到我前面来，我就想说靠背，我就只好换到他的路线。换车过程当中慢慢的倒了。哎、欸，因为不习惯，但是这是好机会，我们可以多搞几次这个。哦，对啊，除了会热的这个缺点以外，但是不会痛啊。不会痛啊，但是很好。很累。但是很热，好累。我都是去掉一个那个。太松了，太松了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们还没有去山顶。好，没事。二手，好累啊！不要不要，叫我抓到你也会痛。站起来以后，赶快把雪板转平。不要啊。好，好，我们就走这个线，不要再换了。我的是不是已经变朝下了？我刚摔的那一下嘛，我自己调。那我呢？那我呢？你没有啊？你好的，这样子 OK 吗？就是翘下一点点。这样。再翘下一点点。要朝下吗？平躺。没有，反正现在太朝下了嘛，太朝下了。是哦。这样。好，斜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没有平的也 OK 啦，我发现我已经永远录不到自己的脚了，所以没差。好热。好，等一下就。小朋友路线还是要走左边。不是啊，缆车在右边啊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地上的痕迹要走哪？你直直下，你不要横过去。横过去下走过去就好了。好，你想走那条线了、哦？好，就不要再换哦。太快的话就稍微扒一点。你还是回来吧。那我先下咯，他不要突然换到我前面就好了，算了，就是这种状况啊，挡路才会摔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啊，好了，好了。给我屁股这里，你帮我看一下这脚，这下面胯下那边有什么有洞吗？你觉得是湿的不成？你后面口袋没拉啊？你后面有一个口袋，里面有东西是不是？不是，你觉得屁股凉凉的、啊？没有，我抓的东西是你的防摔裤。那就屁股，哎、啊，等等，等等。有血跑进去耶，哪里？就是你的裤子里。你我有穿这个哎，我有穿这个哎。那我帮你把衬裙拉一拉，里面有血，装在里面。装满了，装满。没有装满，好了，这样可以了吧？真的有血，所以凉凉的。但是我是胯下凉哎。哦，那我不知道哎。我在找龙龙，好像。
松雪体验记，就是自己被松雪吓到。可能多来几次就没事了。太松太松。可以比赛。我觉得我刚刚有发橙色的，有一下也可以比赛。比赛。比赛。还有今天午饭吃中间啦、啊。啊，今天去吃一只赖好了。初学者一样，会自己吓自己。都破龙了，没关系的。轻轻的，好轻啊，有点轻。不要用卫生纸轻，一开始先用别的东西轻，最后擦干才用卫生纸。我要先擦完了，喘大气。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。嗯，它屏幕就打开了。没关系啊，我的还 OK 啊。好，我要一个一个清呢，都是血。我怕这里面太热。这样。扫一扫。哦，糟糕，这里面怎么会有个凹槽啊？那我要拿下来清吗？你现在打开血一直进来，还是没有？还是没擦、啊。他现在有问我什么时候拆掉？因为你撸它，它有触碰。嗯。对啊。所以刚才就自己关掉了。对，你不撸它，它就自动关闭。好、哦，凉快凉。你看左边这边也这样。啊，这个洞附近都是。你说什么都是？洞、啊。没关系。真的，为什么是那啊？靠腰，跑进去那个了，跑进去电线的那里了啦。没关系。好、哦，你关它。你真的要弄，你关掉。把线拔下来，然后把它拿出来就好了。不是，现在线保护着它，是那个没有在用的那个动静。没关系、哦，线拔下来。你先不要，你先拿着一下。没有声音，什么声音？那个还好啦 ，HDMI。然后你说把这拿下来啊？这错了，前面。等一下，那个拿下来要先拔下来才能拿。然后转转转。你再拿，我不把它擦掉。不用慌张啦、啊，它自己也有防水，好不好？它不是这样防的啊。甩一甩就好了。要怎样？没关系。
装防水壳？因为要插电。嗯。我不插电的话，它整个合起来就是防水的了。我那个盖子开就是要插电。嗯，你是电哪头哎？你说什么？头。真的，之前也是这样用，你只是不知道而已。反过来。好的，好，然后这也没关系。你不要管我。我只在想说还有多久就到了。还远啊，这坐很久的啊。好了，来你自己拿吧。那个镜片起雾要擦一擦。哪一个？这个。你自己的镜片起步。我是不是要把我这个清一清？好，我的话没差。我你要这个吗？不要。里面有点血吸进去，从后面。摔太惨了。应该是说站太惨，摔不惨。那你再来再帮我瞧瞧这个，还是抵到最后就是。哎、欸，我是内侧结冰的。嗯。内侧结冰。好，收起来。先戴好，免得慌张。没有吧？它有柱子的那个抗的。我现在看一下位置，联络间看手机。现在才到一半，好，接着来看联络。LINE 好像有个讯息耶。嗯，对。收到，我有收到。大雪警报。松雪摔潺潺。音量没有。哟吼，雪太大了，超松。哎呦喂，这里。你没有收到音。我没有看你大雪。平常滑的时候就是开最大的。这线是掉了，现在也不敢把它插进去。还到了吗？要穿了吗？还好。对吧？那我练四分钟。什么练四分钟？到。对啊。谁说的？我说的。我刚看了才到一半，然后这一趟可能是十分钟。好了，再三分钟。没有特别联络，我们就是滑一次中央，再哎、欸，我们这一次就滑到隔壁那边。一支的。啊？滑到一支的。对。好。开始穿戴差不多。我现在是很短啊，怎么来弄？
的线。好像插错了。先不要带，因为这边有屋顶，旁边有两个椅子，先去旁边坐着清一清，再走出去。欸，有椅子吗？我记得那个调整的地方左边还是哪里？没有，没有，好像擦不干净，因为湿湿的。我看我用卫生纸了，到了吗？还没，你可以再擦一擦。好了 ，OK 的、啊。没有锁紧哦。那我来锁紧。我现在打开它喽。好，换给我看一下。啊，录影中。看不到了，车站。好像不是里面，是外面。好像我装不是里面，是外面。什么外面里面？刚刚我。外面起雾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外面。好了，我来不及看。因为缆车站到了，到了吗？到了，前面有没有看到白色的隐身呢？有没有看到没有？隐身的缆车站。哎，你的打开包嘞？好，等一下。你要吗？你要？你一定要把它打开了吗？不是，我是觉得，好也好。但是现在要全身发热。我记得。那边还是哪里？太松太松。右边有椅子，先去右边坐一下。只是那边雪就很大了，风好大，你看到雪在飞，是说要干嘛？联络吗？这是室外，那是室外。好，在这里联络吗？看一下他传什么。路不好，收不到。我收不到。他说他才要出门，慢慢的。好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就用滑过去的吧。好啊。千万不要看自己的脚哦，看三下，然后用自己用学会的方法滑就可以，快不起来。要擦吗？要擦吗？好，可以了。你先去站雪板。
尽量走有人走过的地方。要轮流踩就会慢了。哎，要冲嘞！要冲了，要冲很远。什么？因为被人家刮走了。又要冲了，又要冲了。我前面还有一小波，冲啊！你只能冲了。
往右吧。好。不要进雪太深的地方哦，不然会被吓到哦。对啊，好啊，去他们那里吧，慢慢的滑下去就好了。好像好松哦，这里开始松了啦。这里都是松的呢。对啊。好。好松哦。好吧，我们就这样一小段一小段的滑。爵士千万不要看视野，用正常的滑雪法，千万不要看下面，然后踩对脚，重心放对，然后害怕的时候停下来，然后不要滑到太两边。啊？差不多啊，看他们的脚有很深吗？好像也还好呢。他们只是在拍照还是怎样？我在后面看着你的脚，就是很松哎，很松。一次滑一个弯就好啦。啊！Thank you.
我掌握到要诀了。要诀就是尽量像这样慢蹲这样，然后吸收那个血，就会感觉很稳。前弯这样，然后只用一只脚，重心放对。要不要直冲了、啊？就是累了点而已，前面好像很平欸，我说再下去那一段。因为我们不熟悉，害怕用力多就会酸。还是我们，反正我们就到一只来搭，我们去休息这样。
要滑啦。这里雪很多，小心哦。好，就是很累很累。舒服哦，完全的松松。现在很安全，享受一下，很舒服，很舒服。不要看脚下，看我这里，很舒服，很慢。就这样松松的，你的脚非常的深。我现在在录。没有，我说现在这一段，现在这段是舒服的，然后前面也是，你也可以完全滑没人滑过的地方，直下就刚好，不用出力，直下就好。可以休息一下。我不会坐着啊，你想要坐着吗？这样速度会不会太快？你要休息啊？有点累。好啊，好啊。哦，好累哦。对啊，好像渐渐的掌握一些忽快忽慢，就是第一不要被他吓到。第二，随时正好速度加加减减的准备。第三，要自己两脚松，要吸正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你要是习惯的话，其实滑那里最不费力。就是滑，它是松雪啊，
很松哎。你要是旁边一躺，就一个人形了。哎呀哎呀。你是说等一下往下，我在前面你就会比较安心。然后要注意哦，上身稍微往前倾，但是重心要正直的，不太前也不太后，这样速度突然变慢，你才不会往前倒。然后速度突然变快，你才不会往后倒，就是维持一个动态，就是重心是正直的，然后稍微弯着，两脚膝正。然后要是觉得太快的话，一只脚用力就会慢下来了，然后再换一只脚，轮流换，那也不用压太多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就是等一下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再来感受到底用了哪个肌肉太多这样。对啊，就是其实你看直接往正下滑，速度也不会快太多。可以啊。就是你要，好，就这样。那就我先。我先起来。我知道啊，我现在要转横休息一下。试试看。好像不大行，因为屁股离脚太远了。你要先把脚缩到离屁股近一点，才有办法。哦，力气用光了。平常有力气的。因为今天站太多了，用掉力气了。很松哎，别人难得追求的，然后我们却没有办法。你要不要这样？不用不用。脚没力，我平常可以的。不用强求，重点只有一个，就是我这样有没有直？有啊，可以啊，放松一点，就是自己不要被吓到就好了。哎呀，松松的。哦，这样大概是这样。哎、欸，我正在滑没人滑的地方、欸，哎，好慢哦、喔，不会动哎、欸，太深了。到浅一点的地方，好，往下，往下。
速。我知道我到你这而已。好了，小推推，难怪没什么滑子。也休息够了。那要用多大的速度才能冲这一段啊？其实前面也没有很快，我也都直的了，没有转。是不是渐渐的克服一点对松雪的恐惧？后面很舒服。脚要注意摆好，不要被它就勾走了。哦。因为你冲得过去的，就有时候就刃放软，它就对放软，被它绊短，绊倒然后就倒。就是要有随时被阻止的准备啊，有那个心理准备，其实就没事了。我刚刚伸到这么深，哪里？膝盖那么深，就是我刚发现，就是如果有膝盖那么深的话，直直下就可以了。结果因为后来坡度不够，膝盖那么深，直直下不会动了，整个不会动了。哎，好远哦。哎呀，那叫我拿鞋子。我手完全没有在处理。不过我现在手在流汗。这里怎么有一个那个、啊？我们是不是到了一只在三只省，一只在高天远？等一下在缆车站那里。偷看一下那个地图好了，我看我的地图。前面就要能动了，你就先去吧。我也不知道往哪边啦。好啊，我们在前面就站着，我先查一下好了。这里差不多啊，好了，好了，那这里好了。你一坐可能全身都进去了，可以啊，试试看。要做左边的缆车，左边的就是我们要坐的。哎，这里就是王子啊，那里，那里是吸管。我们这个就坐这个缆车没错，然后那里是吸管。西馆有两个缆车站，一个往那边坐，一个往那边坐。我们要往那边坐。我觉得我脖子有受伤哎。啊。这摔下去有下车啊。要坐往右的缆车。好。但是我没有看到缆车线啊，线在哪里？右边有个缆车站吧？有有有，要坐那个缆车。没有，这个，我看到了，那个才是。左边这个也可以滑，又但是又会跑回来，所以不对。好啦，你还要继续做对不对？我想擦眼镜。好，好，太好了。
我觉得今天最让我烦躁的事情是一直起雾，一直弄不好。很舒服吗？什么？那一条吗？因为它被风吹动了一下。那个缆车的人好少、喔。那我可以回个讯好了。怎样？来拿我的这个来量量看。往这边量。靠腰，你看有多深？有多深呢？有多深呢？哪里多深？超松，松雪日，松到受不了。好了，探路，滑得过去吗？可以，很想直冲过去那个缆车站。你把外套往下拉就好了，拉，对，因为你坐的时候它就往上掀。到红色牌子往右转。看到人了，看他，看他。他们是上来的地方。看一下那个牌子有办法往右下吗？好像有人滑过了。那用冲的嘞，不知道有多高。对啊，是啊，要冲过去啊！冲啊！我觉得走有人走过的地方冲速度才够，弄个轨道。去了，没速度啊！没了，完全没有。因为上不去了。对，这个要用拖的，有点坡度。
三只神还是大阿猛？滑下去是大阿猛。要这样子啊，而且一手一个。要一人坐还是两人坐？好了，进吧。一个坐好了，小心蹬膝盖后面吗？哎，不会，很慢哎。轻松，大雪纷飞的一天。
较不会起雾了。慢慢的缆车转得慢慢的，也不知道现在几点。还很长哎。还有一半呢，没想到这条缆车好长哦，到现在才到一半呢。上去之后往左下角一路往下滑，就到了伊斯莱台湾。左边，左边，对，滑左边那个雪道，左边的缆车的，跟着缆车滑，往下滑，跟着左边的缆车往下滑。鸽子，你说什么？他没有回应。我刚刚只传了一个定位的资讯，然后没有讲什么。跟着这个缆车下去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。我们先去大安盟休息吧。我刚刚坐缆车，你有没有看到有人卡在中间？
就在斜坡上卡住了，因为太深了。有小孩，大人小孩都一样，都在用滑。不不，那条缆车，我们坐的是左边这条缆车，这两个方向不一样。卡住的是我们刚坐上来的那个方向，但是我们现在要往右边那边滑。看不到东西耶，还可以。哎，好像太深了，不能滑在下面吧？要滑到中间，缆车的右边，横得过去吗？确定。太深了，过不去。就随便滑了吧，左边记得这个缆车就好了。应该还好滑吧，还好啊哈。还是要我先试试。对啊，这里就随随便便放松玩，随便你怎么滑。而且这下面一段再加速就好了，直走就到餐厅了。不知道啊，反正就跟着缆车下去就对了。有可能哦，要你说要不要往右是不是？可以啊，没有是右边一条哦，我去看看好了，只要往右一条就好了吧。
哎、欸，直走就好啦。我去那边了，好像太低了。我还要往上走一点呢、欸。有烟味。哦，超级松雪日，被迫练松雪，只抓到一点点感觉，就是习惯松雪的减速感。我来，啊，刚好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好像滑了很久哎，好累啊，也不知道。8:40开始，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。走右边比较好踩一点吧。